这个进场动画，我们直接表进一波哦，直接开收哈。一人之影，30张哦。那我美版呢，八抽就结束了。哎，我在想运气会不会都到美版去了？拜托不要30抽，不要30抽，这一抽。啊，简单火鸡肉饭也不错，也不错，在我家附近。第一抽是这个垃圾一号，垃圾一号，这什么西装？这不是西装，是衬衫啊。第二抽，体育馆炭烤，哦，常吃，常吃。体育馆炭烤是我当兵一个学长家里开的，所以很常去吃。那再来是第，不会吧？补笔来，来庆祝一下，让观众看一下你的，看一下你，好不好？过来一下，太爽啦，对不对？太爽啦，太爽啦！好，哈哈哈哈，干爽啊！两抽结束，哎，没有没有，还有一张啊，还有一张，啊，重置个屁呀！我要抽那个 OA 啦。黑的，这个白的一看就是垃圾，哎，一看就是垃圾。哎，其实这里面有一张卡我没有，那个叫什么？暗的印度神，法罗尼是不是？干那一张我不小心删掉了，害我那张那个图鉴没有。来来来，黑的，干又不是黑的。哎，这张是不是我没有的那一张？哎，对对对，这张我没有，之前抽到不小心删掉。哦，我没有丢猫啦，丢猫它自己会跳走啦。他很嫩，他跟水一样啊！哎，快点，暗妍希出来！干，这个也是垃圾哦。这个数码宝贝的主角，来第几张？第四张了吧？哎，第五张了。荷鲁斯，哎，对哦，里面有荷鲁斯，哎，荷鲁斯我好像也没有，哎，我好像也没有，哎，有了，按着！干你娘，这个是来骗人的吧？几抽了？剩24张，所以有6抽了。第七抽，第七抽，跟你一样2抽光年机，没错啊，抖起来就对了，一定是因为看台的关系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抽也没有。荷鲁斯我也没有，我也想要抽个荷鲁斯，虽然荷鲁斯也是垃圾。谢谢小油漆啊，谢谢小油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看一下第八抽。现在看到黑金不能开心啊，有时候可能也是二奖啊，像那个什么露娜啊，那个好像也是黑金卡。欸，会不会第二抽给我中白的，然后结果最后一抽才给我中黑的啊？感觉好像很有可能欸。布比抽来，来来，布比来帮我抽一下，好不好？布比来，你的猫掌借我一下，来，你的脚借我一下。好，我叫他帮我点了，感谢叶123，我叫布比帮我点了哦。OA，敢布比不好啊，洗衣机也不好啊，又是垃圾。入手天选卡完整内容并获得指定奖赏哦，他好像5抽10抽还多少几抽会送东西啊？对，虽然说那些奖赏我觉得都还好。不会有人为了那个奖赏特地去抽卡吧？对，又是垃圾啊！为什么你们都不希望我中？唉，啊，他不会对我一目，我很庆幸我家的猫有一点有一个优点，他对我的键盘没有兴趣，我觉得这一点非常棒哦。因为我看很多猫都对键盘很有兴趣，我在那边一直踩啊，还好他对我的键盘没兴趣，他只会跑到我的萤幕后面，然后。一直，然后从那个荧幕下面有没有露出一个头在那边看我？好像我做错什么错事？有了，黑的！干啊！怎么是这个大鼠啊？怎么是这个大鼠啊？哎，布比，来来，帮我抽一下。来，你点一下，好，好，给他点一下。哦，布比运气很差哎，又是这个。好，再来，哎，第几抽去了？哎，14抽了，哎，哦，
结果第二抽，欸，前面抽到我跟大家讲也不要太开心啊，因为你可能三十抽才会抽到那个保底，好，大家不要太开心啊，十六抽了吧，这应该是第十六抽了。嗯，来个荷鲁斯也可以啊，对，我没有荷鲁斯啊。第十七抽，十七抽来，谢谢干哥，第一抽就中，可是你可能第三十抽才会中暗的啊，所以不要太开心啊，干哥。我跟你们讲啊，往什么往左往右什么什么自选，可以自选天选那种都是骗人的啦，怎么可能可以自选？这都只是一个动画而已啦。你抽下去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，因为你重开它就在包包里了。哦，我就快把这些小奖全部抽起了，怎么办？哎，抽最左边的啊，抽最左边的。哦，干！欸，为什么这个比梦魇集还多人看？是怎样？梦魇集没人看，结果看大家喜欢看抽卡。第二十了，哇操！二十抽了，欸，一百颗石头，黑的，有了有了，二十内抽齐。哎，干！可是我这样没有荷鲁斯，欸，怎么办？要不要抽荷鲁斯，欸？我荷鲁斯没有，可是抽那张卡好像也是废物啊！我先看一下荷鲁斯，先忍着好了，好不好？先忍着好了。二十抽齐，对吧？二十抽齐 ，OK。